和是那种两边都不要的和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和到中心点山上去了，一个点都不要，大善人。他们的和是集合往前进的意思啊，集合上马蹄山啊，上马蹄山顶，回头劝架 LG 有没有说法？但其实我记得是，就是 TM 冲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四个人在那个房里啊。对啊，有惊喜。有队友补枪 ，LG 只剩蛇男一个，这在一楼被架死了，出不去。这乖小孩打世界赛就是这样的。你碰到了。打残这颗雷只要投进去就有了，队友直接将他带走啊，拿下。蓝姐还可以把队友救起来，得让你的 logo 上面是左眼。有道理啊。哦，直接出枪。这把弯接到那个四洞嘛，感觉再往这个方向去，朴老师没了，是的，坏了，被发现了呀，被抓了，包围了。Pio 怎么回事？我发现这一次世界赛上面和尖界有一定的遭遇，在枫叶树的方向，幺二直接下车，知道对方人数劣势，要丢雷，漂亮，打一个 timing， 二子先打一个，有雷过来了，血量也不是很多，没炸到差一点，小弹了一下，再来一颗雷，把对哪位也在限制，真的是抓住机会往前顶，来了，再顶。要有假枪的兄弟 ，Summer 现在血量很惨，原点的五把出枪，有些干扰。这个关键现在 Navi 没事干啊，对，一直在抽你，他还碰了土路，他能站得高也抽。哇，这波起的哇，全是远点的，全是远点。你看 SQ Navi 都有，没什么关系，侧身的，对，侧身的枪。他上来要挨抽。啊，这波小难受，周围枪枪太多了 ，SQ 也能抽。他路要上来。看能不能移掉，以一换一。哦，打残，姿势很帅。Okay, 移掉，结束。可以，帅是非常帅。这血量，找个地方，现在三拳扛一下，找个地方打一打，对吧？打个要救一下队友，救不了，不好救了，拿点道具吧。进圈难度很大，小鹿。主要也到了四阶段了，场上还有五十个人，哪哪都是枪线。五支队伍。那位很想对 SQ 这个顶坡进行输出，但是 Twistman 一直在限制他们。来是一个出枪，还没倒地，炸又来手雷了。这波 GBL 的位置，小鹿搞两个，是的，就是这种机会，让他能搞一个是一个。GBL 位置裂开了，炸裂。小鹿能拿分吗？他反正已经搞到一分，还有一个击倒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混到人头啊？有跳了，跳了，可以，还能混。还能打 SQ， 最后还是被 SQ 地勾灯给发现啊！补了波枪，你看天吧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他有说法的，圈边他才能吃到圈，圈中心他吃不着的。不要去圈中心，就这么有意思。天吧，开始 K 头了，先打了 STK 一个，这是后续圈型的直接竞争对手，可以。哇，黑死你！你看看。他四个人集合过来，他也不是说第一时间点燃这个战火的，他就旁边 KK 现在已经109分了啊。对的，他要蹭这个圈边。好的 ，Glass 也被淘汰。今天的 GBL 和昨天相比不太给力。Navi 开始强攻三只眼了。是的。好、被 Scar 给秒了。啊、看得出来。那位对于打到三只眼的时候非常的愤怒，对，投掷我猛给，哦，这个雷没丢进去，这波移动攻击有点秀，走 A 了啊，对，只有二楼的 Rich B 了，但 Rich B 毒狼还有点说法呢，他在抽远点的 TM， 他抽 TM， 不管了，是的，不管了，快乐的要死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，是。他被 example 倒了，赶紧进房间的话还能扶。SQ 来了 ，Rich 被搞两个。是的，没有没有，我把他倒了。独狼有 buff 的他，一打一。有 buff 的。扶一手了，来不及了吧？最多扶一个。扶一个。但扶了以后，这位置也不带圈啊。对的，被架死了，被盯住了，头顶上还有人。炸裂。SQ 搁这抽吧 ，Rich 被空降。
贴脸。没搞过、嗯，都没了，全被 SQ 收完。对 ，SQ 在猛收分啊、嗯、，SQ 冲上来了，进不了圈了 ，Navi。嗯 ，Navi 在这个地方跟对方打了个五五开，就是注定是这种命运了。嗯 ，SQ 也进不来了 ，SQ 也进不去了。嗯 ，SQ 这把呢还算打了点手感。是，这卡完以后的考虑，不管是谁，他会过到那个马路对面那个反斜，嗯，然后他会跟 TM 打。这个是时期的机会。现在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？TM 他现在其实不可能进到监狱里面去找时期的。在如果他就算知道你在里面，你长期耗下去，北边这样子队伍早点淘汰掉，他才能玩。反正情况就是你头顶上的枪声响了，时期就有机会出对的监狱。Lucky， 哦呦，哇塞 ，Lucky 穿掉了 CES。嗯，然后 Husky 的一颗裤裆雷啊，是的。但打狼娃只剩两个人，作战力不是很足。嗯，如果能出现击倒 ，STK 来劝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，时期的机会就来了。有雷霸的猛抽打狼娃。嗯，打狼娃已经倒了，就只剩一个了，打狼娃就只剩一个 Lucky。嗯，哎呀，他还在看。啊，头被 Perfect Kiss K 了。嗯，啊，天马还是会看着这个监狱里面的，对吧？嗯，有在盯。哦，掩体是找的不错。啊！但还是精准的一颗雷塞到了怀里。嗯，很痛，很痛。这是最好的。是的。就放这几支队伍在西边打得不可开交。哎、哦，那过来了，去打号了。嗯，可以。这想出来没办法啊。十七速九已经被淘汰了。哦，这边抽泡泡，对方只差一枪。奥特曼得顶人啊！别再抽靶了。麦卡倒了。全面站不住，天霸气势如虹，直接闪亮的。A 三的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嗯 ，STK 也在做动作。嗯 ，TM 也上来了。先淘汰 A 三。是的，喂 ，The Mad 在坑里面发现两人。哇、哦，好凶啊！好，打一个再给他一把火，兄弟干了这杯，烧到了。还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坍塌那边也没了 ，STK 要裂了 ，STK 没了。是的，一瞬间，STK 已经被打灭了。TM 不坚持到最后了吧？因为十七现在已经出不来了。是的。它是一个边上的位置，你想尝试过来，但真的走不动。哎，没子弹。哦哟，天霸一瞬直接淘汰掉了号，炸平了，超级泡泡，泡泡天在扶人，打头了，泡泡倒了，是的，再回爬，有雷，能扶其实，是的能扶，坑里面给个雷，漂亮 ，OK， 龙斯哥，林叔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很致命的位置了，林叔再看屁股，先扶人。可以、啊，对方扶不了啊！这蓝圈实在绕不过去啊，头疼，扶不了。对，天霸可以扶，嗯，啊，侧面还在架人，又秒了一个龙将军，再往前顶，扶起来又是一个满编，对方完全帮不上忙，被卡在这个坡后。是的，压下去了，全部在罗捏了好久，扔到脸上，打一个空降兵，打掉。OK， 没问题，三打一。十一个淘汰啦！越狱失败，上大分，紧急逮捕一起。哎，小北在看，哎，被发现了。我看到小北还抬了一下那个枪，感觉是肯定没办法、啊。好的，也是恭喜